我们马上在这儿有音乐节的演出。啊，你们多少个人现在？这次我们有五个人，有吉他和唱，打击乐、笛子，还有马头琴、八根。 还有一个贝斯手，吴俊德。谁先招地就是他，这儿往上。 涵盖这个乐队，我们做的是蒙古音乐，我们的音乐里有很多是一些古老的民歌，然后我们在用现在的一些手段，用一些可能摇滚乐的一些方法，或者是新音乐的一些方法，再重新做这些民歌。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音乐的根基就是原来这个民歌的味道在草原上是什么样的。这是我们就是尽量要追求，能把过去的那种感觉也保留在这个音乐里。 做这样的音乐，本身我们是来自于草原的一个民族，是马背的民族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很多人就是定居下来，已经没有游牧的生活，然后很多蒙古人到了城市里面，就是在过一个城市的生活。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是。 在这些文化和音乐里的，因为我们是作为蒙古人，生活在中国的蒙古人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文化再复兴，需要把。 传达给一些年轻人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<音乐>
就我们每一次的演出都是用我们全部的热情，把所有的歌的意思，它最终的我们的理解，就是传达给所有的人。让他们能够明白蒙古人的这种生活。Obrigado.